在我成为顶尖的 artist 之前，这个地方曾经有三个手艺高超的爱情魔法师，他们拥有改变女人的魔力，他们不但雕塑美的形象，还牵引人们对恋爱唯美的梦幻。只要你爱美的心思被这三个男人掌握，那么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心灵都再也无法全身而退。宝刀出鞘就是要见血。我们的金雄先生即将入伍服役，过十二天的性爱之旅。我们在他进去之前，我们要先帮他办落法仪式。那第一刀就当然由我。完蛋，我头发，我通常是从中间即将撸摩西分盘。我现在在 teasing， 你知道吗？先挑逗他，你一下就进去了的话，那太刺激了，你懂我意思？哦 ，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这只有自己看不到，感觉很糟哎。你现在很帅，对，你也蛮搭人的，蛮搭人的。Oh my god！谢谢大家，你们要把它剃完啊，你不能只留我这样。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我们有一个文件要拿到台北市政府去给交通局的承办，你可以去帮我拿文件过去吗？先把头发给我剃完，先拿再剃。台北市政府是很重要，哎、欸，我下午两点要开会，哎，真的，拜托你去一趟啊，去啊。还有那个什么，你赶快剃。新义里的里长，等一下去拜会一下。好，没有问题，现在去。现在这个很可爱，耶稣会的教室，很怕他突然真的头皮整掉下来。你可以快一点吗？真的真的真的，你们有人在跳舞？你头发挂好不好啊？这个人很正常。下面一位，那我帮你把他们进去。你是想要把他的头皮给遮下来吗？天哪！不要尖叫！不要尖叫！不要一直尖叫啦！他头皮掉下来怎么办？是吗？我都不敢动哎，看。因为你现在很帅。我现在很帅吗？你现在到达帅气新高。我现在可以上听的。新交。你这样很危险哎，你这样有点像一些特定的历史人物。姓阿。好，先留这样吧。你给我剃完。我要刚。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剃完哎，没事没事，有哎干。